做妈的难得这辈子死路跟我来找回你的爱能掉泪结果我看上那个学妹是真的老起立干的都没有二姐真的是非常有力气的张清芳六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一连两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暌违八年再度开唱。他坦言这次别具意义，除了是献给歌迷的礼物，另外有一部分是为了即将赴美留学的儿子，更特别安排爱儿 Nathan 同台演出。跟我来，找回你的爱。笑什么？如果你想想自别人怎样伤害跟我来我觉得感动就是看到这么多每一天都有很感动的地方第一天也有很感动的地方做妈的很难得肯定的自己一辈子江蕙退休退什么休退而不休要不要唱两句要不要现唱啊无极的蓝那那吹不让歌单留好哎，我真的是被你设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我听到这些掌声，代表说大家都没有忘记我，真的很感动，非常感动，谢谢，谢谢，谢谢。到底要不要唱？所以你的意思，站起来，站起来的人都要唱歌是吧？不稀奇的。哇！这波浪打来又好。不是啊，这个麦克风有点 delay， 能掉泪。结果我看上那个学妹，真的老，起立干的都。没有，二姐真的是非常有义气的。你们看到我，其实在私底下拍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晚上会聊天，我常常吃饭，那我一般都是等十日以后。今天你不知道他居然真的开了心了。他还在有传讯息骂你嘛？就说你刚刚唱的，不敢。我不知道，我真的有点胆。什么？胆怯？我到底要不要看他？刚刚有唱歌。不过，我想他听到12000多人的掌声，他是感动的，一定是哭的。